Sene Yihiu Shui Tieno Yipo Zoge Yitzen Fongo Mosa Moshi Gai Tu Tia Mosa Moshi Gai Tu Tia Mosa Moshi Gai Tu Tia伊是我的远亲啦，叫做阿雄，这位是哦李嫂，啊，伊是因太太。阿兄，你透早就为伊兰来的书信偷到下宫啊，待把坏心捅断了。丫头，破病诶，应该转三彩哩。阿婆破病诶，可是那是准时。你喊我袂动乱，有没有老多上参详？还有谁在给骗？生意不是离岸多啦，阿不要多上四下班，能够花水。嗯。睡啊！慢点啊！怎么会？你来了！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声音！你要不要带伊转来？我看到伊对边人跳出来，伊本人冤枉的，还装点。那个不用看到用个啥？是叫人怎讲？伊哪要来？好啦，装聪明，子飞，你们干嘛？我是进来。
做迄告白，我孙一定会。记得，我本上不你一楼呀。家弟，没坏声音哦。绝对做唔到人工复卡的事情，对冇？嗯。来，再。冇声音啊？嗯。叶片对电台路有人过去看得到，那一强。安尼，我请伊离开啊。当然做唔得，我想办法。先本就好一困啊。好啦。平，是。昨晚上是你值的夜班吗？是的，所长。有没有什么异状啊？报告所长，没有。那我就先访了。听说。你和那个处理慰问会的张太郎医师挺熟悉的。张太郎医师我认识，不过我没有参加处理委员会。所长，我是个公务员，一定会谨守分际。好，忙你的吧。
还没有忙的事情呢、啊。因为刚刚转来的时间，拄到台湾的同事，他们讲，先生是神，第三度本应请到了。钟先生，是我老子边讲，我今日拄唔着。假装也很用诶，你老去翻个药诶，加下事故做，较有精神诶。怎么诶？所装快是衣服买的，加强加深。总得留得不开。今晚慢来，都会警察老嫌弃，惊到咬死子飞，那先生去哪？子飞又出丧，想要走还简单。干嘛骗你办法呢？我还记得，几行年前在菩萨堂读到过。不过，唔免有一个落寞的。特别看到，就想到阿东嘛。手机啊，减怕。钟先生，我都讲，还没时间呢，我上来上班。你爸本来知道，可我看你还在我身边，
慈悲。情报，张太阳的儿子就藏在你们这儿。怎么可能？应该是搞错了吧？张太阳一直没有儿子，就两个女儿。女儿？走！哎，有人不能这样子！怎么这样？睡觉，竟然会吓到他。这不是我们的。放开！难道是我接获情报是假的吗？说，人藏在哪里？没有，这怎么没有这个人？说，真的没有。수도 안 하겠네. 박세라. 야, 명이 안 무서. 뭐니 꼼. 你用上做什么茶？奶。嗯，呀。呀哈。你该靠不靠？我不吃饭。就做完了，就变宽了。
你还谈到动定物件，无啦，我无想到故事安紧急。嘿呀，一下这个讲起来，计算干事，又搁倒转来嘞。故事也不发，就会计用事发给了。你还从新这个挖过个呀？甲蜜蜂硬掉硬空。 总算平安转到福卡嘞！阿妹，阿妹呢？阿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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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阿妹，该转来。阿妹，该出门啊，该转来。阿妹，太子转来了。阿妹。我都靠老阿婆讲，你专门看阿婆啊，让阿婆家家好哦。阿婆，我爱家家好，我爱家家。跌倒，一不小心，是好哟，是唔好。先生讲，无法度的，爱动惊，就发天波不误。前年，迎风降雪而来，终于靠好。
到审查迄个今日，阿婆又较好咧。卡强讲，佮上爱转法脸，因为佮爱木竹皮警察，讲多上，还没出来蛮个事情。子凡就拜托你了。伢朋友的爱心，还听说佮好好照顾。看阿妹又较好诶，我就较安心。看阿妹，咪拜托你了。爱的，唔是小啦，太子。卡家莫老阿妹讲，子凡阿哥本人同事的事情。哎，吴朋友。子凡，你一步诶就许多呀，有咩个事情就老三妹讲，好。太子，阿子谁？莫阿你讲。慢你下心哎，冇啦，体验事情啊。好啦，一下法联讲，这片情势当紧张，赶快转去老阿平听书。你丢咩生意？生意。你如何咩生意啊？报错。你要多少的个喊来诶？卡酱，多少个哦？伊人来讲哦，喊来去救济啦，我哋好去救济。卡酱，多少个哦？平安呢？平安，平安嘞，我是，易秘书，你好，我邱律师。顺利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是这样，现在我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一些事情，很想请教张先生。我知道这对来说很困难，但能不能请你们帮我一个忙，看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一个面，可以吗？谢谢。那。时间看你，地点呢？
在哪里？让你久等了，张义信先生。这些年的花都是你送的，你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用这种方式？你误会了，我是觉得用这种方式让你明白你父亲跟我的关系会比较好，你也比较能接受。我不明白。世间事很多本来就难以明白的嘛，不是吗？请容我慢慢的告诉你吧。我跟你父亲交往20几年，不止哦，不止20几年。到他过世30年，到现在，我心里从来没有忘掉过他。那一年，我刚考上邮差后不久，被派到山茶庄受训。看到你父亲在三合院前画画，被他的画所吸引。你有跟真好呢。那是我们命定的相遇，两人都不自主地被对方吸引。野外新丁花开得很灿烂，我们两人的心也像花一样灿烂。两个男人相爱，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变态禁忌的。你父亲压力很大，因为他是独子，全家在当地有辱名望，所以不断被逼婚。
啦，不然就送片啦。好啦，免先冰等啦。冰等，大伯就变来就无依吧，看看啦。就在我们相识十多年后，终于因你爷爷病重，为了传宗接代，你父亲屈从老夫，娶了一个小他十多岁的女子为妻。之后，他们就生下了你。然后，终于纸包不住火了。这是你父母离婚的导火线。父亲和我大吵一架，闹得很不愉快。你们安内咋？我们都喝醉了。你给我滚！你们俩走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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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谁干的？现在谁没有我啊？阿妹啊！都因我而起。请你原谅。对不起。我知道这对你很难。要面对自己的父亲的感情。不过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有什么权利用这种方式来让我知道？你知道吗？我等待这个时刻等了好久。你也要到这个年纪才能懂的。从前我日子
也剩下不多了。我可以问你吗？你为什么想要买曾家老宅？那是为了要纪念我们相恋的场景，纪念我们的感情。那去找初妹跟素敏是？那是个意外。也是命运的安排，他们竟然出现了。这老宅啊，在原本的计划中也是要交还给他们的。我知道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怨怼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要去找你的母亲呢。来健康啦，预防嘞，好吗？来，慢点啊，来，我跟张先生见过面了。真是真是今天来讲呢，一共就是一个巧合。好消息是，他答应把房子让给你们了。真的太好了。我要照之前讲的，要包一叠红包本给，送去大车给。真是什么你呢？我跟你说，我没有做什么。你跟他说多好，还没有说。其实那个，其实我爸的好朋友。
因为是你爸的好朋友，故说这张阿姨，这个事情时间太复杂了，没有办法解释。阿姨，我可不可以先听完你整个故事？有机会我再跟你说明。嗯，好啊。不过，小贝，就喺外边别徛了哟。道上是全国后，客家蛮难就去问人，总算问到基本中心上的案的前面多，本人作起金批出来。来到安平之前的同事去问，佮讲当方的靠天中心上无来的，要不然还做唔出人。阿平的事情做得用钱解决，你事情哦。做得用钱结结，开始钱哦，开始会强哦，用钱本人啊，结果银行的魔法都救到准了，开始唔好诶。一海人哦，老金批出的人有熟识，金钱的康修秀，里面懂法，我把阿个事情根本拿来讲。给我就吃过那好嘞，给叫几多啊？6000。嘿，按多钱？你用奈何呢？哎，老所有的金面全准卖脱嘞，还黑唔啦？还差几多？太高。俺听输了，讲唔好啦，输下落呀，先救人，参考好。哥，遐钱真系老唔值诶。好啦，人做得救到转来啊，马该就做得。客家老钱那本轻戏，挨着等了3年，桌上还是没消没息，就伫挨老客家没干没啥个时间。喂，阿平，阿平，我是怕我不应该再继续读初中啦。你做不做事情算应该来谈。阿平，阿平，我想我去寝室做。那天我去做事，我都靠做弟弟不卡小公公啊。我妈的事情比你身体还要紧。就算没办法做事，我怎么吃不起的嘛？Thank you.
是。